对对，你们应该是要下来，因为花海，我们那边花海，新竹花海啊。只是今年没有什么主题，我这边做，我走，还空气好，真的很不错。没啦没啦。哎，就这样，就只要接一接，还得过来。其实下面也是有直播系推出，没有那么近。他没有 Facebook 啊，你没有 Facebook 啊？我不能用 Facebook。我们有经过这个，我那个设备太高。我一用 Facebook， 我马上就瘫痪。我们是从那个小路走。我跟你一样，我也在学吹，学吹牛。我也在学吹牛。来，两个吹牛的人耶。哦，他的专这个是他的招牌菜吗？就是中英国小，这是二古伯推荐的，我也去吃。鸡油饭要几碗？哎，鸡油饭啊，通通都来好了，通通都来好了。都来鸡油饭吗？对对对，鸡油饭好吃，然后那个生辣椒酱。好的。一碗白饭。